直放眼望去，它的隔壁呢就是薰衣草花。很好，你看，而且它的地板会反光白云耶，超漂亮的。然后它的旁边就是，噔噔，干枯的小河。景点，实际上呢，来到现场是长什么样子？它是在哪个方向呢？前面吗？好，走吧。Thank you.
是放眼望去，它的隔壁呢就是薰衣草花。